呀，你轮转天气风湿骨痛好辛苦啊。奶奶，我啱啱买咗一个最新科技嘅太空小灵晶，可以迅速舒缓任何痛症噶，咁就唔怕风湿骨痛啦。哇，咁好噶，咁啊买多个分享下俾阿姨婆啦。太空小灵晶可以喺六创意健康店买到。电话2882-4848，网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百斯，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40多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今次同大家分享的疗剂叫做 Magnetus Pollicis Australis。Magnetus Pollicis Australis 即是英文的 South Pole of Magnet， 是南极的磁场，南极的磁场。好了，南极的磁场这个疗剂它最主要应用的地方呢，就是用在一些那个脚甲，脚甲向内伸长，我的英文叫 ingrown toenails， 脚甲向内伸长。咁呢個資料咧係點樣得翻嚟嘅咧？原來哈尼曼咧係做呢個嘅實驗實證呢個療劑嗰時候咧，佢就得到一個症狀咧，嗰種症狀嘅感覺咧就一種痛嚇喺嗰個指甲邊大子宮嘅指甲邊個內側咧有種冤痛嘅感覺嚇，當行動嘅時候。咁咧就感覺咧，好似咧個腳趾甲咧係伸長插入嗰個邊邊嘅啲肉嗰度，非常之痛啦。當然 high high 都好痛咁樣，細力 high 都痛嘅。咁或者咧啲鞋啦係壓迫住嗰個腳趾啊，跟住咧就令到個指甲咧大子宮嘅指甲咧係受咗壓迫。好似係生嗰啲我哋叫做 coin 啊，即係呢種咁樣嘅感覺嚇，似好似生雞眼嗰種嘅感覺。咁所以咧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呢個咁樣嘅感覺咧就十足十，好似啲指甲內伸篤落嗰個肉嗰種咁樣痛呢種感覺。咁所以 Dr. Clark 咧。佢咧喺經驗裏邊咧，佢用咗佢醫過好多宗呢啲指甲內伸嘅毛病啦。咁佢當時用個份量好高嘅嚇，2000C 咁高嘅。咁佢話咧，如果佢係揾唔到其他嘅資料去顯示其他療劑咧，佢通常遇到呢個問題咧，佢就用呢個療劑噶啦。
咁 就搞掂噶啦，系嘛？咁呢个就第一个应用嘅地方啦。好啦，第二个应用到嘅地方咧，就系、是、喺心脏嘅嗰种脉动，即系嗰种跳，好似感觉自己心跳啊，好强烈嘅心跳吓，喺嗰个心脏嗰个位置啦。咁呢种心跳嘅感觉咧，好似咧系唔系嗰个心喺度跳啊？好似系。总之在胸膛呢就有这种这的脉跳感觉，但呢感觉好像不是个心脏在跳紧。好了，另外一个应用的地方呢就是可以用在一个痛症或者脚痛。尤其是因为那个静脉 的肿胀引发的痛。而它的感觉呢就是呢它的脚呢就是要不可以垂低的。一垂低的时候呢或者坐在那里呢就会痛起嚟噶啦。OK， 咁呢个咧系一个可能嘅一个静脉肿胀引发嘅。咁其中 Barrage 一个同疗法医生咧，就曾经咧佢报道一宗一喺文献度报道有一个年轻嘅女士啦，佢咧就三个星期嚟咧一直咧系感觉嗰个左下脚。下腿嗰度咧，个中央前方嗰度好痛嘅，咁但系咧，佢亦都呢个女仔咧，咁个病人咧，都过去八个月咧，都知道自己患有嗰个静脉肿胀呢个问题嘅。咁当佢起身个时候咧，或者当只脚咧系垂低嗰阵时候咧，就会好痛嘅。咁当佢只脚打平咧，咁就会好翻噶啦。咁仲有咧，呢、這个病人咧感觉咧。好像有些熱水咧，係流過嗰個腳嘅嗰種感覺嘅，咁但呢種感覺都係當你係瞓即係放低嗰只腳啦。咁有陣時候咧，亦都感覺咧係腳放平放低嗰陣時候咧，垂低咧有一種脈動嘅感覺。咁Dr. Barrage 就用咗一劑呢劑下嗰、那個南極磁場呢個療劑咧，用咗係十萬時候高分量嘅一劑，咁自此之後咧，一劑之後咧，剩一劑咧，咁呢種熱水嘅流過嘅感覺就冇再出現啦。咁同埋咧，喺兩日之內咧，嗰種痛症就完全停頓咗啦。咁所以呢個療劑咧，好多時候咧可以用喺一種痛症或者下肢嘅痛症。咁呢種痛咧，通常咧係當你垂低嗰只腳係容易出現嘅。即係你感覺到或者遇到呢種咁嘅症狀咧，你記住咧，可以考慮用呢個南極嘅磁場呢個療劑嘅。好啦，咁呢個療劑亦都可以用喺緩暈啦，我哋 vertigo 緩暈咧。咁呢種緩暈感覺咧，好似飲醉酒嗰種感覺，行路咧就好似撇下撇下嚇，即係呢種咁樣嘅緩暈嘅。好啦。另外一個應用的地方咧，就係出現喺一啲我哋叫做凍瘡嘅 frostbite 啊。喺咩情況之下咧？即係因為呢個症型嘅人咧，就好怕咧喺户外嘅空氣嘅啊。有時咧嗰種空氣咧，就好似咧就會直入咧滲入個骨髓嗰種嘅感覺啊。雖然咧個天氣就係好熱嘅啊，個好熱嘅天氣，但喺户外空氣之下咧，佢咧就會直情一種咁嘅感覺嘅。咁呢種嘅感覺咧，就好似啫，即係好似咧啲人係出現凍瘡啊，咁嗰只腳咧就會有震盪啦，喐動嗰陣時候咧就有種微震嗰種感覺啦，跟住咧個頭部咧係出現熱，同埋個頭部同埋面部咧出現一種興嘅感覺嘅。好，咁另外一個應用地方咧就喺牙痛，尤其是嗰個智慧齒嗰種痛。嗰種痛咧就種撕裂嘅痛啦，係一種好似戳下戳下呢種咁嘅牙痛啦。尤其是咧食咗熱嘅嘢嚇，食咗熱嘅嘢咧係出現呢種牙痛。考慮呢個咧個磁場呢個療劑嚟噶啦。咁呢個療劑嘅人嗰個人物仲有一個地方就喺嗰個腹部咧，係如果出現咧係鼓脹嚇。好多好多咕噜咕噜嘅雜音喺嗰個腹部出現嘅時候啦，
咁亦都好多壓迫感啦，亦都好多放屁啦，嚇、啊！咁嗰、那個又再咕嚕咕嚕咁聲嘅咧，咁呢種嘅情況之下咧，可以考慮嚇、啊、用翻呢一個療劑嘅。好啦，咁喺個人物嗰個情緒性格方面咧，啊嗰、那個南極磁場嘅人咧，通常嗰個情緒咧就係好多變化嘅。啊、比較上任性的啊，好敏準的嚇，好、啊、多嘢咧都係好不如好不如意嚇，咁、啊、亦都有少少焦慮啊，啊焦慮得嚟有啲恐懼啊，就好即係好容易受驚嘅，尤其都怕人嚇，唔中意同人相處啦，啊比較細膽啦，咁、啊、對一啲人行近嘅人咧都唔中意。就算佢自己嘅愛人都好親屬，都係呢種感覺。自己內心有一種感覺，一種被遺棄嗰種咁嘅感覺啦。咁容易哭泣啊，咁樣啊，尤其是嗰、那個嬲怒之下咧，個人咧就更加容易哭泣。咁所以情緒係比較憂鬱啦，啊咁又唔中意講嘢啦，又亦唔中意群交啊，咁反而係中意自己一個人嘅啊。咁所以咧就係、是、一個可以咁講咧。就講嘢都係尖酸刻薄啊，唔開心啊咁樣。咁當佢唔開心嘅時候咧，佢哋都會好強烈表達自己嘅不滿啊，啊容易嘈交啊，啊呢啲咁樣嘅。咁所以啊，咁亦都喺發夢嗰度咧，容易發夢睇到動物啦，發現火啦，咁亦都有惡夢啦，或者有耳夢啦，啊咁亦都發現個發夢咧，有時咧覺得個人咧就平時嗰人咧好似。即係好似外圍就係飲醉酒，即係行到暈暈地咁樣嚇。咁、啊、所以呢個咧就係一個個南極嚇、啊、南極磁場呢個療劑嚇、啊、，Magnetus Polus Australis 嚇、啊。咁呢個療劑咧，但首要嘅應用咧就係、是、用喺嗰、那個指嗰、那個腳趾甲內伸呢個問題。袁医生头先介绍咗嘅同类疗剂，觉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呢？系唔系就系你嘅灵丹妙药啊？需要嘅话，有关同类疗法疗剂可以喺铜锣湾沙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同埋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系25773798或者2882448。大家亦都可以喺网上订购，网址系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嘅。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